三头碰碰，两家不要同着碰了。有就跟上想法一样，知道吧？或者大胆点，知道吧？对。等杠上挖，别耍。但这把没机会，这把的，这把对子太少了，这把对对太少了。慢慢碰着碰着，牌就都没了呀。可以。九万，九桶，哎，桶子留着吧。五条嘛，先把条子打了，万一我一直摸桶子，可以做清一色。怎么，条子碰吗？碰啊！两家不做清一色，碰碰吗？对，也差好多牌，别人还一直在打桶子。我就打七桶了，那七桶别人碰了呀，没有七桶了。可以。摸对子吧，什么单刀的，什么地方动？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哎，你们那个，你们好，哎，你们好，哎，怎么回事，兄弟？不是，为什么要动手呀？你还逮捕我？哎，走走走，兄弟，走走走，哎，你还动手？这，哎，牌都打错了呀，怎么来动手了呀？那你这样来，以后要给他们招待。你们怎么是两个人呀，兄弟？两个人怎么提高作战能力啊？可以。哎，来来，你们先坐下吧。你们远吗？来的路上。有点客气。对，有点累了。有点累了，来喝点东西，喝点东西，来来喝点东西，给你们准备好的饮料。来来来来来，二位兄弟，来来来来来，给你们准备的饮料呀。你们上海很堵的，外面肯定很热，你们赶得这么远，你们喝一点吧。我们家里专门做的那个阿姨做的那个乌龙茶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，你们试一下，吸管已经准备好了。加了点芥末，因为夏天你知道吧，天气热，人容易头晕。然后呢，我加点芥末，乌龙茶是乌龙茶是清凉的，那个芥末夏天头昏，你吃一点你就清醒了。你喝，你这么整我啊？我们也不会让你好受。来，咱们来玩个任务吧。你们今天有什么任务来吗？咱们一人来替瓶盖。好，那我等一下，我先把它退了，兄弟，等一下啊，我把摄像头打开。你有点弱、啊。来，兄弟。可以。有什么任务，兄弟？任务，替瓶盖，看到没有？替瓶盖，可以。就这个瓶盖。什么特制的饮料？不是，你们今天来，你们今天来的任务就是让我踢个瓶盖。对，踢瓶盖。就把这个踢开，这是第一个任务，这是第一个任务，就抖音上的那个踢瓶盖嘛，没错，拿脚这样踢，拿脚踢，可以，来，可以，话不多说，咱们来，哎，等一下，但这个太矮了吧，我就觉得，对，这个太矮了，这样吧，你们去帮我把那个搬过来，兄弟，那个桌子，你把那个桌子搬过来，你放在这里，我们不是来逮捕，不是我的任务呀，你们逮捕我有任务的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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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去把那个搬过来呀！武装部队，我裂开了。那个东西重得很。怎么那么重？用力用力！都是小伙子，加油，兄弟们！慢，用力用力用力，给劲给劲，给劲！慢点慢点。好啊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啊！好好好，小心。可以可以可以啊！很累呀、啊，你们叫我帮忙呀，我会来帮忙的，真的是。你这个桌子怎么那么重啊？我的桌子呀，我的桌子重是因为这个，等会再告诉你，好吧？别说了啊。好，咱们今天要挑战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你踢瓶盖，就把它踢了。标准就是瓶盖得飞出去，瓶子不能飞，瓶子不能飞。对，那你要帮我把住，好吧？我肯定帮你把住。你一定失败。我先把它拧紧一点，不然它太那个了，它会一下就踢飞了。这么自信啊？对，好，拧紧了。你说没办法吧？就是我要用脚一下就把它踢掉，对的，然后瓶子不能飞，对吧？是的，没错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就是我想想，我这样甩鞭腿也可以吗？也可以。OK， 都是。但最终咱们就是瓶盖飞了，瓶子不能飞。如果我一下完成你们的任务，你们会怎么样？也许会觉得你很帅。也许会觉得我很帅。是的，可以。准备好没有，兄弟？应该是我问你，你准备好了？我来了啊！也把住了，把住了，肯定帮你把住，你放心好了。高总，你别紧张，别紧张。我看一下啊，来了。这一下虚晃一枪，
没对，这一下，等一下，继续。好，再来一下。我就知道你第一下肯定是忽悠我的，就必须是要用脚，对吧？必须要用脚。可以。啊，来，等一下，我来啊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哇哇！这一下也是虚晃一下，也是虚的。对，我测量两下。好，测量一下高度。哇！哇第一次挑战失败，你要把住呀！我帮你把住了呀，我把住的很紧的呀。可以，找一下在哪儿。那这下算不算成功呢？不算，不算成功。可以，找啊这边，蹦蹦飞了，蹦这儿了，还要来一下是吧？还来啊、哦？对。我啪！哎，你绝对没把住，我把住了呀。我厉害，我把住了呀！哎呦，这只是你的技术问题啊！我技术问题吗？可以，那算了，拿回来。这样，这样啊，这样，你把的不稳，我给你指令啊。咱们呢，这轮，哎呀，练成马了。你可以用你身体某个部位去把这瓶儿给踢飞。某个部位，对，比如说膝盖，可以；屁股都可以；倒拐子，倒拐子是什么？倒拐子呀，啊、就倒这个。对，哦。都可以是吧？都可以。OK， 看你的了啊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看一下，我如果用膝盖的话，应该是很帅的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子禅，是啊。好，完成任务。但是你还是没有，我是想让你用你的肚皮去挑战一下这个任务，好不好？咱们再来一次。OK， 我手指已经过关了呀。不够，我想要的手指过关的皮，必须要肚皮吗？对。去哪了瓶盖？那里，你去后面、哦，这里。我一定要肚皮吗？一定要肚皮。肚皮太难了。必须的，咱们就是一次比一次难度要。这太高了，我肚皮够不到呀。你试吧，你试。不行呀，肚皮完了就是再也没有下个。没有了，就宣告成功是吗？宣告成功。啊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兄弟。哎，累成马了。行吧。算你这轮挑战。我们接下来干什么？接下来打比赛 ，CF 比赛。打 CF 吗？这就是我的第二个任务是吧？对，可以。那你们帮我把这个搬回去吧。这个还能搬？这么重啊！搬回原位、啊、太重了，你这个桌子太重了呀。是这样的，我平时你知道我是搞健身的。你那放什么东西呢？你、啊？我等一下，我来。哎，不能硬开啊！我裂开来。放进。我故意锻炼的时候呢，这些哑铃都放进去。他搞事情啊！你故意的。哎，你故意的，整我，一会儿不会让你好受。哎，你们，哎，我帮你。哎，算了，我去弄游戏了。好了，你们去吧。哎，累死了。哎呀！我操！缺乏运动了，兄弟们，好累，好累。家里从来没有看我这么大。哎呀，怎么说，兄弟，你们 OB 我玩吗？之前见我打过 CF 没有？见过。你把那个拉下来嘛。不用拉下来。不用拉下来。对，我比较神秘。你再看就凶一点，太凶了。那你喜欢凶一点还是娇羞一点？哇，太恐怖了。你看我玩这个吗？看过。我 CF 很强的。那这样吧，给你增加点难度吧。怎么说？我们一人你来操作键盘，我来操作鼠标。我来操作键盘。对，你来 carry 我。这个是我看看你有多厉害。这个是。因为我觉得我也很厉害。你也很厉害。对，我们今天能不能珠联璧合一下？不是，不是我这个 FPS 游戏鼠标更重要呀。那你来鼠标，我来键盘。算了，这样吧，我觉得其实在高手的对局里面，身法是决定更多的。你知道打所有游戏走位是最重要的吧？我就来操作键盘吧。好吧，那我就勉强来操作鼠标。你哪个区的自己玩的时候？上海一区。上海一区可以、啊。他们都叫我上海一区画室人。画室人，嗯，给你评一下我的号，你就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，兄弟。给你品一品我的装备，给你看一下我的个人仓库，好吧？我来看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没有 BGM。云游小香油。哇，这个小号，这个小号，我大号那个段位很高的。
看一下我的仓库。你接枪是用一把扔一把？你看吧，品一品好吧。你就是传说中的往下拉还多。哇靠！你就是人民币战士啊！其实这些都没有跟我在我的技术面前，它其实都不算什么事情。但是就秉承了一句话，就是充钱才能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。好看，好吧，好看。啊，也对。我们就用这些我比较适合的枪，好吧？可以。我这个枪的搭配很科学的。可以。好的。可以。我们玩蚂蚱。我们先来。怎么说？我听说你比较灵活，那我们先来一局跳跳乐，好吗？跳跳乐就是。瞧瞧乐。就无极吗？那个。太极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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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太极很强的呀，我是前段时间在冲那个，就是亚洲最快通关呀。男人不能太快。可以。怎么说？那既然有这么多水友，我们建一个水友房好吧？可以建个水友房，但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在什么频道才行。我们在团队九杠七，好吧，兄弟们。团队九频道九，对，来点厉害的，就不要那种太弱的，要那种很强的，就速度特别快的。对，要很快的男人。对对对对，不然我们就没什么游戏体验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好，我们开了开了，看这个人的 ID 是不是有点奇怪？可以。哎，怎么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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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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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玩键盘，你玩鼠标，对吧？对，可以。carry 我，可以。这怎么，曾哥？我在干嘛？他们都知道，监控真的是他妈监控，太恐怖，主要是监控他们的。你们来上海很远过来的吗？很远过来。会很热吗？不是，来再喝口水吧。啊，不了不了不了，喝一下嘛。不了不了不了，你太客气了。对，这个水是加了点芥末的，夏天人容易头晕脑胀，你知道吧？加点芥末醒脑的。谁在放我的声音？好难受，不要放我笑的声音，能听到自己说话很痛苦啊。他们这帮都应该是弟弟吧？哎，这是强药，兄弟。他马上就打开门了，我们往前冲，好吧？可以。这个也是跟无极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对，跟太极一样的。Okay. 往前冲。走你！我没耍过，你要跟我说怎么？蹲蹲蹲蹲蹲，咱个儿太高了。可以。你看你瞅，人家都是搁上跳。哦吼，完了！我们已经落后了。没事没事。没事怎么？这个圈圈有什么用？往上钻。可以。钻圈圈是吗？要对钻洞洞，你要找准那个洞洞。可以，好糟糕的台词呀，兄弟。啊！我配合的稳一点，好吧？啊好。右拐。不是我。我尽量不动鼠标，你来先蹲，然后我再来转鼠标，好吧？好。啊，这帮人好快啊！没事，我们追得上。稳一点，陈老师。怎么说，兄弟？我这个跳蹲可以。哎，这个脑力，我的，我知道你是故意的，就是想往那个缝里头钻。不是，他在前面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完了，卡输入法了。那个人前面把我们干扰了，我裂开了。那个台子是什么捷径吗？那左边那个黄色台子是捷径吗？对，前面那个捷径，你要跳吗？这个怎么跳？往前跳，然后再按左，再按跳跳蹲。算了，我们走正常路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往前跳，再按左，再跳跳蹲，太恐怖了呀！稳一点，稳一点，先可以先停一下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刚左右的老六把我干扰了，你知道吧？可以。哎，走你，这个红色的不能碰，哇，好难！这个红色的啊，电到了。乔老师，你自己还配音呢？哦，裂开来！哇，
慢点慢点，我们直接跳到那，我们跳那，哎对，就直着跳，哎可以啊，哎怎么说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波很细节，比先比出来，可以往后退一点，缓冲一下，哎走，好，哎 nice， 来给一个，你不是这个红色的，好好，这是，哎，是真的是水。陈老师，这个红色的啊，这个，哎，注意一下。不是他刚拿毒，不是他刚刚拿水来，我以为他有什么东西。这个红色的，就是可以，不能，反正不能碰到嘛。对你只能蹭，你不能进去。啊？我裂开来，这里怎么过，兄弟？就差那么一点点。蹭的太多了。太什么？太多了。太多了，可以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是跳那边。好，可以。哇，走，哇，它很滑，它很滑，那个边很滑。稳一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咱一点一点。好，慢慢的，笔端，你要先笔端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哎、好，好，好。好一点，文明，我求求你了。我先往右。哎，对，哎，比好。好好好，这里你直接比端。啊，比端，我就摆中间。啊好，啊再往右一点点，好。啊！呀，头皮发麻。我怕走。啊！我怕走下去了，你知道。我有吗？有，你说吗？不要有了。啊，太雷孔吗？我已经发现是东西了呀。这我特制的饮料，这回给你特制的饮料，怎么样？舒坦。哇，舒服，柔顺。哇，这可是我老家特制的，特色饮料。哎呦，这娃挺灵活。哎，不能奶，你知道吧？奶就要出问题。你看这几个人也很鱼。哇，人家都跳到第十关了。没事，我们比这个人快，好吧？我们就比这个斯沃特快。那我们，往左一点，宝贝。好，好，走。走 OK， 好，好，好，别急，往下看。往右，往右。好，往右，往右。啊、好好。再来一丢丢。好。哎，好，对准。好，你比端。对。好，比端，你还没比端呀？我们要在空中要按右呀，我理解了。你往空中之后，你要按一点点左。忙起来了，忙起来了，但很快，有没有？慢工出细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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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，这里，好，你要往右，你直接比端，我就直接可以跳过去了。你再往右一点。我再往右一点。啊，往右一点点，哎，好，可以了吧？你直接比端。我不动了，我不动是吧？啊，你不动，你不动，啊、你走，你不动，我来动，好吧？哎、你来动，好，我来动。对对对对，你动，我不动。好，我好好。我怎么回事嘛？就是你，我已经没有动了，是你动。我动了，但是他裂开了呀。我已经对准了，你来动啊！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往左。哎，我裂开了，往前放。哇，好难呀！哇，我来试一把。啊，你来操作，可以，可以，这一把。好，我来。好，好。看我鼠标操作怎么样？可以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真好。你别笑啊！啊！哎呀！这个跟我没关系，讲道理好吧？这个我是对的吧？你这个怎么按穿了？怎么任务管理器穿了？啊！完了，人家第一名都已经十四关了，我们还在第三关卡着。啊啊啊！好，前方啊，前方。细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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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工出细活。好。说实话，我的身法还可以吧。我已经迷失了，在了第三关。哎，还可以，这步还可以，忙得漂亮。啊！怎么？
感觉还是你来吧。还是我要专业一点。那个瞄准。OK。好，前方，前方，右方，左方。OK。好，我不动。好，你不动。OK。OK。OK， 你左转。好，你左转。OK。找一下感觉，就这一波，好吧。好，你瞄准，你先要瞄准，瞄准。对。还再往右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OK。Nice。往右，宝贝。OK。啊！哦，没事。好，瞄准，瞄准很重要。我们要跳到那个尖尖上，好吧？再往左一点点。哦啊，多了多了。啊，好好啊，再往左啊啊 ，OK OK OK。好，前方。我们可以摁 Shift 的走。OK。啊，终于啊！兄弟，我跟你说。嗨翻。我这身法还可以吧？网络直接跳。对。然后呢？中间脚下有个细细的东西。前面有个缝，见缝插针。太恐怖了呀！没事，不能插呀。你刚才不知道，插准一点。好好好，我看，哎，这插了吗？哎，这插准。哎，让我哪里插？算了，这里是对的吧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OK。找那个，对，找准位置。OK。走向他的最深处。不是你，他打开了呀！他打开了呀！我惊了，这里没看过这种，我吃亏我们就吃一次好吧，绝对不可能吃第二次。对对对对对，总要慢慢吃。OK， 哎，走，哎，跑飞，往这个六侧上跳，进，可以再摁一点钱，可以。裂开，瞄准，完了，第一名已经过关了。瞄准，瞄准，怎么？啊，这个过去了。就对，怎么说？往上，完了，他们已经，他们已经到了。他们已经到了吗？对，我给你表演个技能。什么技能？光速推游戏就结束了。对，先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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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玩什么？玩个我擅长的好吗？你擅长爆破模式。爆破模式你擅长？对，我爆破模式很。哎，我们房间没进队，这不是我们来的呀。没有，我们换一个频道。可以，没关系。但一般我都不来菜鸟营玩的。对。你们平时玩都在菜鸟营玩吗？没事，去那吧，去那吧，去你熟悉的领域。没事，我们去团队竞技。对，我们现在要打爆破嘛。可以。跟水友一起打爆破。爆破沙漠吧，我沙漠很强。沙漠灰是吗？对，沙漠，我就会玩这个做。OK， 可以。要不要调一下枪什么的？把我们的枪调一下吧。调一下枪是吗？对，可以。我看看你这个。把你擅长的弄到。你这个仓库有点好。我看第一个，这个是 M 4队 ，M 4可以的。M 4队。对，第二个 AK 嘛。AK 可以。AK， 第三个大狙，第四个小狙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就这样，可以是吧？这个可以吧？你控制鼠标，主要看你。我觉得可以。我就负责身法，好吧？对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可以，子弹我来躲，你来负责打枪。对 ，OK。OK。来，哎，没事，开就行了。卡住了。哎，我怎么掉出来？没事，你再开一个嘛，你再重新再开一个就行了。有点小卡。本来上海的网络也不卡。对，沙漠灰，我们玩多少回合？十回合，十回合差不多，可以，差不多 ，OK， 来吧 ，Go Go Go， 都是一帮弟弟，你看他们这全是娃娃头，娃娃头什么意思？新手吗？对，娃娃头是新手。对，那我这个段位算高吗？对，算高啊，算高，这就是前面，是吗？对，哎，这最高的是这个五个奖章的是吧？那我给他踢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就我是这个房间里第二高的是吧？对，第二高的。可以。走吧。开吧。走起来。OK。但是飘飘，你要戴耳机吗？讲道理，我是要戴耳机的。对吧？而且你不是要，这是一个团队模式，爆破里头是不是要跟他交流？是的，是的。对，我要戴耳机，必须要戴耳机。但我戴耳机，我必须我切出去弄点东西，因为这个会非常复杂，非常麻烦。
不行，我戴不了耳机，我的耳机插孔没了。那就不戴耳机，那就不戴耳机。咱们让让他，让让对面。可以。但我这样，我在可能在很多走位上会，你会对我有误解，你知道吧？没事，你通过你高手的，我觉得高手可以。英雄所见。热血，热血，可以吗？我你往右，你开 你往右，你开枪的时候我要蹲着吗？不你往右，不用蹲，我这个枪法真的是见一个秒一个。Okay. 我那我就一直走就行了吗？对，一枪一个小腿。不是我，就是我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辛苦的为什么要盖铺盖呀？我炸了！这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，哎，让辛苦来，来，右，可以，这也是挑战是吧 ？OG 8K， 我裂开了，来，兄弟们，空调帮我拉到12度，现在要保持现在的温度，可以，必须。那队友还挺厉害啊！哎，不是，你开枪的时候我要那个蹲下吗？这样你会打得准一点。可以，你可以蹲，你可以蹲。不，就按你的习惯来，我用不用蹲？我都行，可以，你都行，我都行。那这样，那我就一直灵活走位了，就看你枪法了，好吧？好。Rush B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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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llow me。带头冲锋，没事。这里我们出去会被弄。带头冲锋，没事没事，相信我的枪法。OK。真的都是一帮人。好枪。陈老师换个子弹。OK。对。可以。走啊。我们到前面去，那里。走。我们来，我们也是死我的，蹲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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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，我们现在架了一个双线。队友这么，队友解决了，没事，下一把搞他。感觉队友这么猛的情况下，我会打的，主要我平时打的自己打的比较猥琐，你知道吧？就不会很豪放。你现在要豪放的打法吗？再打 B， 再打，就很豪放的打法。豪放，奔放一点，好吧？ Okay. 奔放一点。那我就直接就冲了。对，直接冲，不带犹豫，好吧？但我咱们的键盘只有 W， 你看弟弟。84，幸运了，收口了。怎么样？我，这是我特制的，我很好吃的，哇 ，How delicious！ 我这个东西，好，这个东西顶不住，别冷着，别冷着啊！呀，你这个辣根要抹匀呀，哪有拿一口辣根来给别人吃的呀？我裂开了，他这说辣根好正宗呀，兄弟，欺负欺负，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，我裂开来。这是中的，口味独特。这什么呀？小龙虾吗？对呀。呀，芥末小龙虾，兄弟。惊呆了。好热呀，能不能空调拉满一下，兄弟们？辛苦了。好。哎，这个还可以。哎，这个没有。我们冲的太猛就容易 OB， 兄弟。对，我给你来个绝活，能不能好？我们俩终极配合的，好吧？这个游戏有个东西叫做对狙，大炮。开枪的时候不能动，我求求你了。好。等一下，我帮你切枪。瞄。真的，中路过一个人，我舔脚。啊！不是你，我以为你开枪，我还没开枪，我把你切了，你别切枪啊！呀，这谁给我封烟啊？有人，我们到前面去狙，可以前面。对，离烟远一点，我们没有烟瘾。开近。往前走 ，nice， 好枪，开出去他就死了。我感觉我打到了。对，但是被提前秒了，没办法，这枪已经很惊险了。
我们想把拉一大吧。拉一大吗？拉一大。拉一大也拿狙吗？拉一大拿机枪吧。拿机枪吗？拿机枪吧，真的。感觉狙更厉害呀。我觉得这样，你只要见人蹲下，好吧？啊、你只要蹲，我就敢秒。你就敢秒。我们屏幕上只要出现一个人，他就是一只尸体。可以 ，OK。现在 A 大已经全是死尸了，下一个。哇，这个人玩顺的。真的 ，A 大全是死尸了。陈老师现在说话他们能听到吗？能听见。这两把他们不行啊。但是他们没有。你们可以回应我吗 ，baby？ 我们拿什么？这个吗？用 AK 吧。用 AK 吗？用 AK。OK， 走。呀，这个是 AK 太骚了呀。可以的。可以，哇，兄弟，这个捂的太严实了呀，空调拉到十二度行吗？来，什么东西？别打！他在干扰我，他在干扰我，他在伺候你吗？哎，在跟包警伺候。而且他的有些东西是真的，有些东西上面加了芥末的。那个龙虾是我们地方的特色。我哎不是我是我要怎么走位你会觉得会好一点？这样吧，我走一把给你看看。可以，那我来瞄，我正好我枪法可以的，兄弟。别想八十六，可以吗？你这样可以，但你一定要蹲。对，你不蹲我就炸了。我蹲可以，就蹲下来你会很准吗？对。哦好，也就是你只要我们见人，你。怎么了？水果，冷是吧？是冷吗？是不是冷？空调要不再开高点？他估计冷，姓白。不是，这你是不是自己家买的水果？肯定冷。这是我吃过他妈最近的拉根。太近了，兄弟，千万不要再喂我吃辣根了，我裂开来。这把是咱俩换了，别吃出幻境了，好吧？哇，这个辣根太顶了呀，兄弟。缓一缓，好吧。我舌头都被辣痛了。缓一缓，咱们这把缓一缓。可以。哎，往回头靠，往回头靠。来，往右手。好。不，背后，高老师。好。走，往下一点。好。我们叫个兄弟来。OK。我们站到旁边。好。他们会打这个是吧？对，我们但我们被干扰了呀，贴花了，全都是艺术家。对他们，哎，兄弟们，你们出去打架呀！我们在这里在做神魔。上呀，我都狙掉两个。怎么说？前方，我们就是人赢吗？发人的后。我们要爆头线吧？他们就剩两个人了，这时候可以上去，上去偷一波，就剩两个人了。一脚不深，这是队友，我知道。那换下子弹，宝贝。为什么知道？我要运秒，就是因为反应太快了。对，很重要。好。Flash bomb。先下包点吧。包点好像没有。怎么样？兄弟，我这个还可以。我们杀了第四个人，可以。我们这把换个套路吧。怎么说？先继续，我们继续吃 A 大。我先看一下你的 AK 功能。呀，我 AK 巨鱼。哎，你要蹲，你不蹲我就炸了。这两波都是怎么说？A 大大残两个 ，A 大大残两个 ，A 大大残两个啊！我是打了他们83点血是吧？对他们就剩23点血，可以，每个人都剩23点血，我们打了77血。哇，那根哇，我这差一点吗？差一点、哎。空调呀，张哥，哎、空调拉满呀。他们空调拉一下。好热呀，感觉还是只能你来那个。那我来。
可以。我们，你信我，你信我，我们就中路来跟他对决，绝对牛逼。这个是最不考验我们那个的。啊，这个时候三分杀了，不得嘲讽他一波吗？别团队说话。哎，你让不放。打不出去，我厉害的。没事，我们就是花里胡哨的，来我们一牛批。够了，可以。这波还不够秀吗？哇，这枪怎么打到的呀？这枪也是顺的吗？就以我这么多年经验，他这个狙一般。一般吗？一般。真的吗？一般。真的一般。哇，但这枪好屌呀！就这个人，看一下这个福田去 WU。哇，刚那枪有点屌。辛苦。啊，好，可以。啊，舒服了。啊、这个有点慢，这一枪有点慢，是吧？我又不是挂。这也是在顺。他这个也不算顺，你看。哦。大哥。稳住呀。应该能赢，对面应该。对面赢了，我吃键盘。可以。精准的及时判断。稳的一批。你要玩什么枪？我们还是玩具，还是说还是步枪？我们就中路吧。可以。一般，别人选择中路。我以为你要开那一枪，被秀了，你切了。我也想开那一枪。那枪是因为我切了还是被他？我看到他的肩膀，我想开枪，然后我感觉你下意识往右下角躲了一下。不是我切枪，我以为你开了，我就把枪切了。我什么时候切枪会好一点？我开完枪。你开完枪？对。好 ，OK。就是别人，但是我会预判你开枪，这样我会切的精一点。你也应该是这种性格。就别人一般在中路对局，就对两把要是输，选择离开。OK。我就是那种碰到南墙，就是选择把南墙推倒的人。OK。我们上把三杀呀。对啊。讲道理还可以的。我这个切进的速度还哇。哦，不是，我以为是这个人这枪中了。没门输。我切枪的速度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这个就是终极顺，我们家了。这个小伙儿，这个枪我打了几年 CF 一次都没玩出过。另外一个不知道。没有吗？就那个。你有两下子啊。这个以你多年的经验来说，什么水平？嗯，不能说超越吧，跟我平分秋色吧。哇，这个太猛了呀！这个人，我操，表扬一下。哇，好猛呀！我中路，中路对好，往前两，往前，好，靠近那个门，好，然后你就摁闪蹲，右边闪蹲，好吧？好，哎，不够，再多一点。好，哎，再，不是闪蹲，别，闪蹲，闪蹲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呀，把我闪晕了。我闪蹲是什么东西啊？就闪蹲嘛，闪蹲。没有加速呀，就只能正常走过去、啊。就你就按右，然后按蹲就闪蹲。啊，就我闪蹲，然后你开枪，然后我就跑。那对。啊好 ，OK。我不知道闪蹲是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这些高超的记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平走过去，然后打一枪，然后就溜。一定要蹲，要不然我们就死了。干嘛？保守点吧。保守一点，我可以换个套路。换个套路吧。换个套路。
我们这把看 B 吧。我们看 B 吗？我们看 B。我们拿狙还是拿步枪？拿机枪。拿机枪。拿机枪。这个可以玩吗？可以。走。我们到四点枪了。这个。就站前面这个箱子，等一下，不要急。OK。好。哎，别动。好。往后退一点。好。往后退一点。好。能踢。OK。对。然后呢？躲到里头。好。啥呀？这是。这是套路，这是就跟他玩心理博弈。这套路能行不？可以，肯定能杀人，你相信我。我感觉必炸。你信我的。但我们听不了脚步声呀。没事，我们旁边有队友。你看他过来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哎 ，B 来了 ，B 来了。我平时打也不会给到。哎呀，这个厉害！平时打也不会经常发生这种情景，其实。这个套路不对。没事，你就用 AK 吗？一把，咱要再换个套路，太拔了，是吧？咱要充分利用好你这个仓库里的这些稀有武器。哇，他好厉害啊！哇，好猛啊！两个都是头。对。咱们挑一把最稀有的武器，好吧？挑把最稀有的武器。你觉得飘了？你觉得最稀有的武器？我觉得最稀有的武器。对。我们还是去必须。哎，这个怎么说？也可以。哇，这个好帅啊！这个小男孩。也可以。来，我们把枪扔到那个洞口。不！把这个枪扔到洞口。对，哎，在这插个眼，往这儿扔。呀，我们没有步枪的呀！没事，他帮我们侦查。他侦查，我们看不到他的闭路电视、啊。没事，他还容易去捡枪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哎，行，可以，我们站这个拐角。啊，这把我们的枪拿了，拿回来。一把。搞事情啊！兄弟，我们最不是我们的我们最贵的枪，他妈完成这个黑色的了，我裂开了。被气炸包了。怎么办？拒绝。确实。呀，我们最贵的枪完成这个了。拒绝。好枪。走，没事。我的枪法能弥补你的走位。我进不去。要换枪吗？不要了。就是，他要是 AK 他就死了。对，我们的死法有点惨，稍有一点。一把刀，一把枪，要我们直接帮他们吧。我们换一把枪吧。这个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可以。那这个是狙，你相信我的狙，我的狙太强了。我们也去顺别人是吧？对。但是你打的时候，我必须停下。真的，我的狙贼强，对你立马就蹲就好了。冲！吸雷体质，哇！是吸雷体质。这个我们刚那么多血，怎么被炸死了呀？就是什么，就命中必定有雷。是炸到脸上了吗？刚才是？对，塞到牙缝里了。太痛了呀！我刚刚有80多点血吧，我们两个有。我觉得这两把我们队友不行啊。啊？对啊，我们开个语音跟他说一下。啊，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美国老电影？看过。来呀，兄弟。看过。我给队友加个油，好吧 ？OK。啊！伙计们，让我们瞅瞅你狠狠地踢到你的屁股。Yes sir. What the fuck, bro？ Yes, sir. 还有点威力。Yes sir. 可以。我们可以换吗？换把枪吗？还就这个吗？换一把看，可以。AK 怎么说？可以。可以。
我有个加油的口号，等会我教你一下，好吧？好。兄弟们，杀一个支付宝给十元。好的。被穿开了。这是被拉开的。我们这是被穿死的吗？我们被哪个 buff？再观察他一局，他是硬穿死我，就穿死了。你再观察他一局，可以。嗯。这把局还有点厉害。你现在几比几？现在我看一下，我们应该是优势，是吧？8-6。要不这样吧，陶老师你来操作一遍。我来操作鼠标吗？不，你来操作一遍。你那个，我给你选把武器，操作一遍。我自操作吗？对，自己操作没事，秀一把好吗？我看一下你的真实实力。感觉到动作都不一样了吗？看到了，非常流畅，全是细节。这个怎么打到身上不痛呀？可能是使用方法没到。这个枪使用方法，你给我挑的这个枪好像有点问题，兄弟。我打了他30下，他掉了20滴。差不多。没用，呀，这个枪你确定可以玩？可以。呀哟。那时间不早了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，先留一会儿。这样。你玩一把这个枪，我让你全程操作一下，好吧？好，可以。他来玩这个枪，绝对是蛇皮枪，玩具枪，遥控枪。舍得打他！哎呀，这个你说能玩？没有，我现实姓侯，我单字一个哥，我不敢打。他是我弟弟。可以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我们有先到这里，看看大家可以吗？我们是第九，我们在这边还行，我们排到我们正数第五。哦，对，对吧？正数就是怎么讲呢？就是中间8个人。我们进前面5个，后面3个，我们属于上流。上流。对，上流。别老。对，属于上流。可以啊，吃了也喝了。吃了喝了。进行一个垃圾分类。垃圾分类吗？要垃圾分类吗，兄弟？来，可以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游戏退了。这样我可以把我们的摄像头开大一点。垃圾分类。对。就是区别是什么垃圾，对吧？是的，干垃圾、湿垃圾，咱们来区别。OK， 区别一下。OK， 怎么说？它中路应该这个奶茶看到没有？奶茶，这个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？奶茶是终极垃圾。终极垃圾，我问你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？奶茶是湿垃圾。湿垃圾，那这个珍珠呢？珍珠是干垃圾。干垃圾，对，请听下一句。好，你看你刚才吃这个小龙虾，好吃吗？好吃，这个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？虾壳是干垃圾。虾壳是干垃圾。对，虾内脏是湿垃圾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回答的非常正确。非常正确，对吧？可以。这个呢？虾肉是，这个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？虾肉应该我啊，湿的还是干的？干的还是湿的？虾肉是。干垃圾啊，干垃圾，差不多吧。行，对，哦对了，还有一样东西，我都全对了是吧？对的。OK， 这个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？这个是他妈帅哥靓仔，这个是靓仔，靓仔，对，全普通。我问你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？它这是什么垃圾？哦，这是一张纸对吧？这个是。哎呀！哎呀！搞我心态，这个人，哇！
啊，这个是你都干湿不分了，你还能玩啥呢你？啊，这个是干垃圾，干垃圾。哦，干垃圾，哎，你是干的。哇，我裂开了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哇，这手太阴了。哇，太阴了。还有没有什么？我刚刚是全答对的是吧？对了，全答对了。不是奶茶，不是食物。信封，消费。在我这儿。什么信封？有一个妹妹。有个妹妹。给我托了一个，就啊，那她身材贼好，就灵狐妹妹。灵狐妹妹给我了一个信封，托我交付给。交付给我。对，交付给。赶紧打开看看，什么惊喜？咱们对着镜头。PDDNB 亮个相。哇哇。这个怎么用呢？我教你。这怎么用啊？你要教一下咱们。这个怎么用啊 ？PDDNB 它怎么用呢，宝贝？咱们来到官网。OK。这一个究极福利限量发售。究极福利限量发售。对。好棒。等我们这儿有一个 KOL 代数码，输入 PDDNB。Is that OK？ 嗯。你啊好 ，OK， 对，为了确保账号，可以，为了确保账号的安全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好了。OK， 然后拉到最底下，对，就在这里。我来输吧，好吧。对。我们能获得 what？ 对，成功领取以上所有道具。啊？这些所有道具吗？对，所有道具。这些？嗯，对。差不多是这些吧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牛逼吧？牛逼！塞布十一周年，岂能就这点礼物？来，上大礼。上大礼吗？上大礼，上大礼。可以，哇，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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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给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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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劲，给劲，兄弟们！来，咱们亮相。OK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打开，这是炸弹。这是什么？Surprise！ 这是他妈，这绝对是你们最后终极整蛊的利器，好吗？有可能 ，maybe， 那也不一定。哎，你的手，你的手不能拿在这里，好吗？这他妈有弹射机关，我在抖音上看过这个东西，兄弟。怎么说？我们先看一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要调整位置角度，好吧？怎么说？是不是觉得是拉的那个吗？是不是觉得特别像你？继续，哇哇！恢复十一周，哎，继续继续，哎，裂开了，还有还有，继续裂开了没事。恢复十一周年生日快乐，八月三号上海见。福利放送八八八八，再来一次八八八八，竟然还有一一一加。这一次你最爱的他也爱，火麒麟金饰只送不卖，可以。那金饰就在这里。那这个八八八八是干嘛的？金饰。这个是八八八是怎么说？我们可以抽奖吗？对，可以抽奖。Okay， 送给咱们所有关注 CF 的朋友们，好吧？这里还有一个火麒麟金饰吗？火麒麟金饰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亮个相。哦，这个是纯金的吗？纯金的，可以咬的。可以，哎，比较修身。用金来咬一咬，这个你就知道是不是真金。哎，你别咬，而且可以套牙齿用。那我们，哎，那我可以把这些抽奖了吗？在我可以，可以，咱们来抽奖。那我们是两个八八八八加一个八八八八加一个纯金火麒麟，对吗？嗯，对。可以，我来抽个奖，好吧？好。可以，来，我先把我的蛋糕拿来，好吧？来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，想抽这个奖吧？八八八八加八八八八加一一一三个奖是17999，就是18000，对吧？嗯。那我能一次抽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可以，可以，17999。啊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哦，输了，都打。哦，输了179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的，啊，我的，啊，我看一下，17999，现金加纯金火麒麟，
可以，我们就抽一个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奖品数量一个 CS 不是我的问题 ，CF 11周年生日快乐 ，OK， 可以了吗，兄弟 ？OK，OK，OK， 漂亮，等一下要审核一下，啊，还审核一下是吧？对，好，今天网友们真的是享受了太多太大的福利了，等会儿还有好吧？等会儿再给大家抽一个10万的，对。天哪！牛魔额外奖励，审核未通过，请标明现金单位，我列开来。哎呀，审核通过了吗？没有通过。嗯，因为现金要有单位。什么的干货？对，因为现金它要有单位，它是元还是什么东西，它必须要标注这个。我们其实可以把时间缩短。缩短一点吧。对，可以缩短。缩短。可以。怎么样啊？今天朴老师。怎么说？我们一块玩财富玩的开心吗？嗨不嗨？感觉你的枪法真的可以，兄弟。我觉得你的身法也可以。我看你玩 M4 的时候，你那个压枪感觉有点东西的。对，我觉得你的这个身法也特别的好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彼此可以有很多互相要学习的地方。互相学习的地方。对，真的是强强联合。今天你们完成了，你们交代我的所有任务已经全部被我完成了。完成的非常的棒。对，踢瓶盖我是脚成功了。脚成功了。手成功了。手成功了。肚皮成功了。肚皮是最成功的。肚皮是最成功的。最成功的。可以。最刺激的。兄弟，开启了。哎，我那个特色的那个小龙虾口味怎么样？我说实话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辣的辣根。就最好吃吧。对，你这是在哪里买的？那这我家乡特色。太恐怖了，你这个。祖传秘籍。而且我的脚杆上。这是蚂蚱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鬼？这个乳白色的东西是什么东西？蛋糕上面的吗？是蛋糕上。对，在我的脚上，我裂开了，可以抽奖给大家看了好吧？已经审核成功了吧？审核成功了。大家刷刷屏，抽抽奖，来，大家玩起来！大家一起祝 CF 11周年生日快乐！耶！哎，朴老师。咱们今天玩的那么嗨，那么开心，不如咱们一起来合个影吧，要不？合个影吧，爸爸来，我们三个吗？可以，来来吧，来，咱们就来喊个口号吧，要不？好吧？那我们喊什么口号？就 CF 11周年生日快乐，好吧 ？OK， 来，我们要摆个 pose， 这样，哇，我从来没跟两个这样服装的兄弟合过照，可以。CF 11周年，什么 ？CF 11周年？哎，等一下，你。我们谁来？我们一起吧，三个一起。我们三个一起好吧？三二一 ，CF 11周年生日快乐！耶 ！OK， 谢谢。完美。怎么说？任务完成。兄弟，你等会儿有事吗？把你俩还想唠唠是吧？你要不坐着玩儿？我觉得你挺好玩的，怎么？我觉得你也挺好玩的。先走了，行吗？不打了。你们要先走了，就先走，不打了。啊，算了，你们赢了。我们下次也就好好嘞，可以 ，OK， 那各两位拜拜，二位拜拜，好，直播间的兄弟们也拜拜，票房再见，可以，直播间兄弟们拜拜，斯沃特再见，好吧，可以，溜了溜了溜了溜。